天这几次他的画颜色用的比较多，整个人也比较稳定，你可以放心，这是很好的改变。事情，我们就把它写起来。写下来会很难吗？会。要写好东西，写好看好作品。我要找几本好的书给你看。写就好了，印这么多本。下礼拜一是棚拍的时间哦，要记得提醒双方的爸爸妈妈，棚拍那一天也一定要准时，不可以迟到，好不好？有的住宿都安排好了，还有水上教堂、花园 buffet、宾士礼车、十二聘礼、传统喜饼，通通都有了。台南陈家的婚礼耶，当然一定要办到最好，绝对不会马虎，你放心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放心。那先这样喽。有时间？有有有，我要走了。来，喝点汤啊。来不及啦。哎，我熬很久哎，我刚才这样帅。你要烫死我啊！那刚煮好的。那我送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难得嘛，让我当个司机啊！来来。好了好了。车本来就停那里啊，你是不是又乱停又被拖掉了？不会啊，就哎车哎，你真的是浪费我时间，我要去搭公车了。我一定要去黄昏市场跟张姐拿马吉哦。啊，在前面了，等我了。你不要再跟着我，我自己去。我就是要跟着你。放心，这是很好的改变。